战斗典礼是由省教育厅副厅长林宗辉主持。这所占地18000多平的工商职业学校是设在王里镇南方里的省公路旁边，由本省钢铁工业家洪金木先生和地方热心人士所筹办的，建校经费1500多万元，第一期工程先兴建3所实习工厂和15间教室，使沿海移民子弟在建校合作之下就学，破土之后更举行了酒会，以酬谢民众贡献土地及地方人士的协助，